能够打出一些特点，而且失误比较多的情况之下，第二局的比赛，奥原希望能够调整的这么快也不容易。对，说明他是一个自我调节能力是真的是非常强的一个球员，在第一局那么不顺的情况下，第二局还能调整的这么好。对，对。